好，过来来看蔡夫慈爱基金会听说独居长辈，就算中秋节已经过了，基金会也是主动邀请到社区的独居长辈做回来行吧同欢，好平常时哦，让家己一个人踮伫咧厝内时段，有机会哦，行出家门交朋友耍游戏。欢迎社区的独居长辈做回来行吧。基金会人员唔呐准备了丰盛的食材，佫较设计真侪趣味游戏，要予一群长辈耍甲趣味佮欢喜。好厉害呀、啊！去年疫情不能烤肉，可是今年就是大概有解封了。那我们也谢谢老人福利联盟的他们就是响应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长辈一起来同乐。所以在这里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就是长命百岁哈。专工来甲长辈做伙行迈，广富社会处长也讲，感谢基金会用心，甲广富做伙来照顾长辈。县政府卖继续甲社福之爱合作，公司协调资源整合，甲彰化县的社会福利办了搁较好。好，特别要谢谢我们的志工，我们的大哥、大姐，好、然后在这个地方气氛又很好。然后能够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幸福。但彰化就是一个幸福的地方，因为有这么多的伙伴们愿意来投入我们的福利工作。我都感觉我是社会处长，我都感觉我就荣幸了。我们一起。大家大手牵小手。基金会强调，疫情让真侪长辈时代无啥敢出门。今年基金会主动邀请独居长辈来同欢，一方面鼓励长辈行出户外，嘛来介绍政府的长期照护资源，希望长辈都会当健康快乐的来过退休的生活。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